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媒体界的一个引发广泛争议的现象：两位亿万富翁报纸拥有者拒绝支持总统候选人，这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不仅关乎他们的个人立场，更涉及到媒体的独立性和民主的未来。这些亿万富翁，像帕特里克·苏恩的尚和杰夫·贝索斯，试图以公民责任来掩饰他们的预期服从行为，这一行径引发了记者和评论家的强烈反弹。 许多人认为这是对民主和自由媒体的直接威胁。我们将看到，这种态度不仅影响了记者的工作环境，也可能对未来的新闻报道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曾经被视为新闻自由堡垒的美国，现在却显露出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似的媒体捕获现象。随着记者们的抵抗声音日益增强，这场关于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还将如何发展呢？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卫报》一篇文章中，记者深入分析了美国两位亿万富翁近期决定不让他们旗下的报纸支持总统候选人的动机。这两位亿万富翁是《洛杉矶时报》的拥有者帕特里克·苏恩德尚和《华盛顿邮报》的拥有者杰夫·贝索斯。苏恩德尚表示，他担心支持某位候选人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贝索斯的出版商威廉·路易斯则称，不进行支持声明是为了捍卫读者自主决定的权利。 然而，许多资深记者和媒体评论家对这种决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对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预期服从。这一术语由历史学家蒂莫西·史奈德提出，意指在专制政权接管前，个人或机构自愿放弃权利的行为。史奈德指出，这种行为让权力慢慢流向那些渴望成为独裁者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们往往在职场上面临道德困境，因为他们为不一定以公共利益为首要考量的老板工作。 活动家伊恩·巴辛和马克思·米利安·波特警告称，美国的媒体机构正在走向预期服从的道路。他们怀疑特朗普可能会模仿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权力来压制媒体。巴辛和波特特别指出，特朗普已经表现出一系列压制媒体的倾向，并任命了一位来自鲁珀特·默多克保守媒体的有争议的老将路易斯作为贝索斯的出版商。 媒体记者们，包括 CNN 的布莱恩·斯特尔特和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苏维尔·陈，利用预期服从这一概念来解读亿万富翁们的动机。史奈德本人更是认同这种解读，他认为这些出版商实际上是在暗示，在一个后民主的秩序中，他们这些极富之人仍将过得很好。史奈德进一步解释道，这种放弃表面上看似中立的立场，实则是在向记者们传达一个负面的信号，即他们不应该进行深度调查报道。 此举不仅是对特朗普的屈从，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压制。这种看似中立的态度，实际上是在告诉真正的调查记者，他们不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此背景下，一些记者已经开始反抗这一趋势。《洛杉矶时报》的三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因抗议而辞职，其中包括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也离职，以示抗议。 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们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指出与华盛顿邮报不同，他们的报纸并未对此决策进行报道。他们呼吁报纸对读者保持透明，并允许记者在不受雇主决策影响的情况下报道新闻。调查记者希拉·科罗内尔回忆起在菲律宾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解释了媒体如何在国家、企业或其他特殊利益压力下被俘获。 他指出，美国曾是记者们心目中的自由灯塔，但如今这种期望正在消退。记者们在美国受到的压力和威胁正在增加。科罗内尔指出，美国新闻自由的基础曾是报纸和电视作为自给自足的商业实体的存在。当媒体不再能够独立运作时，就依赖于那些在其他行业中积累财富的拥有者。这些拥有者可能有其他的财务利益需要维护。 巴辛对《华盛顿邮报》的决定发表评论，认为即便特朗普尚未赢得连任，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已经显露无遗。他担心，如果特朗普真的重新掌权，新闻自由和独立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篇文章揭示了当今媒体环境中复杂的权力博弈，其中经济利益、政治压力和职业道德之间的冲突愈加显著。记者们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导航，以保护民主价值观，并为公众利益服务。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基督教，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的教义和生活为基础的宗教信仰，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之一。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源自旧约和新约圣经，以耶稣基督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和救世主为核心信念。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传统：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每一传统又有众多派别和教派。 基督教强调爱、宽恕、救赎和永生，和新仪式，包括洗礼和圣餐。基督教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是由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传播并发展起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平、教义和复活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基督教的早期传播主要依赖于使徒保罗和其他门徒，他们在罗马帝国内部以及其他地中海地区传播福音。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后来在三百八十年被宣布为国教。随着时间推移，基督教经历了多次重大分裂。一千零五十四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导致东西方教会分别发展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掀起了一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清洗运动，形成了新教。这一运动由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人物推动。 新教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基督教的多样性，也促使基督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基督教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和实践。在欧洲，基督教成为中世纪时期社会和政治的核心，影响力延续至今。在美洲，基督教由殖民者带入，并在美国等地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非洲和亚洲的基督教徒人数在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显著增长。 成为全球基督教徒分布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二零二一年的统计数据，全球大约有二十三亿基督徒，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其中，天主教徒约占百分之五十，新教徒约占百分之三十七，东正教徒约占百分之十二。基督教的分布相对均匀，信徒不仅集中在欧洲和美洲，在非洲和亚洲也有显著增长。 基督教的增长和影响力反映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和多样性。基督教不仅是宗教信仰，也在文化、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艺术、文学、音乐、法律和伦理领域，基督教提供了主题和灵感。在社会公益和教育领域，基督教组织长期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和意义也在不断演变。面对世俗化和多元文化的挑战时，基督教团体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和社会事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挑战。基督教内部的神学讨论和宗教对话不断推动信仰的更新和适应。基督教团体也在努力通过跨文化交流和合作来回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和需求。 基督教的持续发展和影响力，使其在当今世界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哇，这个关于报纸拒绝支持特定政治候选人的故事，就像是一场大型布局中的一个精心策划的环节。两位美国亿万富翁帕特里克·苏恩。 上和杰夫·贝索斯他们的所有决定都被披上了独立思考的外衣，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戏。这是预期服从的一个经典案例。他们选择不表态，试图掩盖他们实际上是在避免冒犯某位政治大佬的软弱行为。很明显。 他们对特朗普的服从，简直就像是把权力递给了渴望成为专制者的人，而不是勇敢地为民主而战。那些记者们真是可怜，成了这场政治游戏中的棋子。当亿万富翁们说他们不想参与政治时，这完全是在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在一个后民主时代过上舒适生活的准备。 这完全无视了新闻媒体作为监督政府的重要角色。这种姿态其实是在向真正的记者发出信号，仿佛在告诉他们别去做你真正的工作的那部分。这种独立姿态其实是在强迫他们的员工向权力屈服。这不仅仅是对媒体自由的威胁，也是对那些真正把新闻自由挂在心上的人的一种侮辱。然而， 抵抗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在这种背景下，看到《洛杉矶时报》的编辑们辞职以示抗议，让人不禁感到一丝欣慰。这些勇敢的人站出来，代表了一场对抗亿万富翁权力的斗争。这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职业生涯的选择，而是对新闻自由和真相的捍卫。就像希拉·科罗内尔所指出的。 当美国的新闻环境开始像其他国家一样遭受压力和控制时，我们必须警醒。媒体捕获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接受的现实。当亿万富翁的利益超越真相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活在他们所创造的阴影中？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